今天检查的结果大致 Melody 跟鸡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那只有在他的眼睛的部分有比较多的一些眼分泌物，这可能会跟他这几天气候的改变或者是说他的饮食习惯有剧烈的不同，造成他的泪水的分泌量会有一些影响。Thank you. 这个是他爸爸，可以握个手，